星期三晚嘅啤利晚報啊嘛，身邊就有阿西西，誒、哎、早知今日大家打好啊，即係戴翻頂帽嚟配合你啦。佢哋都唔戴帽嘅。佢喺大陸住酒店，仲用緊大陸身份證嘅。咁你正常你嚟到香港攞咗香港身份證，上邊户籍係取消咗，上面身份證係冇咗啊嘛。點解上面身份證個保留住原來咧？好咁啊 ，Mr. Children 啊嘛，頭先嗰即係。嗰首歌啦，都係我細個咁啊，即係九十年代啊嘛，嗰時即係有幾對日本樂隊我都好中意。咁啊，以前就播過《聖機魔》咁啊，嚟緊呢幾日咧，即係我都會播下，即係有幾對我九十年代咁啊，即係都嗰時中學嘅年代好中意聽嘅，即係小喺中學年代九十年代尾嘅時候啊，即係聽啊咁啊幾對日本樂隊 ，Mr. Children 絕對就係其中一對。雖然佢嗱咁啊呢一節咁啊嘅嘉賓咧咁啊就喺海外嘅。咁我就即係上一次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，咁我就海外就訪問嗰位叫傅斯年，咁啊就係寫即係佢自己有抑鬱症嘅。英國嘅朋友咁啊就話李子陽老師啊，喂咁啊李子陽老師咁啊見到。咁啊頭先即係嗰兩節啦嘛，就訪問即係英國一位咁啊即係香港老師也移民，依家英國嘅即係前香港老師咁啊阿李 Sir 咁啊李子陽佢先生，咁啊聽日都做一節嘅，咁啊就會即係會擺喺聽日啊，咁啊準備嗰節，咁啊當然聽日亦都有唔同嘅嘉賓啊，咁啊呢節會做啲咩？咁啊呢節咁啊都會做下即係看證日本遊記啦嚇，咁啊今日咁啊講即係日本啊，咁啊京都其實我都會分幾日講嘅，咁啊即係好多地方，甚至京都有好多嘢我都仲未去啊！譬如頭先講啊，咁啊平安宮啊嗰啲，我都諗住佢下次啊有大祭典嘅時候咁啊，佢先即係再去嘅。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啊，咁啊，聽日就再見，好，拜拜。